是一个循环来的，我觉得死亡对生命一个。是一件有两个特性的事，一呢就是它会有个无常的性，另外就很平常，就好像我们喝水、吃饭、呼吸。閒談中啊，散步中咧，我哋都好多時都互相提點對方啊。一旦其中一個走先咧，另一個咧一定都要堅強啲。咁我有個紋身啦，咁就係喺我爸爸過咗身之後去做嘅，咁就係一把豬肉刀啦，咁上面有我哋個姓啦。其實我都以佢為豬肉佬，我為驕傲嘅。扎族咧就系在生者同埋离世者中间嘅桥梁，系一个送俾亲人啊或者亲友啊最后一份礼物咯。